你这个时候心情，啊，因为要含对你主要是翕阿公甲甲孙公话。我也无听到，嘿，伊阵袂赴。我有找到我的相片。
好可怜，我把你请上班那边。
把书给把看，所以我是讲最近是变得真个来是真好。啊，何温何温是也不看的，也不讲的。阿哥，你唔常讲过电话？人诶，我讲过啦。啊，虽然唔捌看过，我是讲差不多安尼时间。我咧今日唔好。爸爸跟妈妈看。爸爸妈妈讲来看讲，唔看东西。你讲爸爸跟妈妈讲呐？我讲因为阿公无看过，阿公爸爸妈妈有看过。你较无未看咧，迄年迄阵教会无啦。迄阵你下下时，那阵无看过阿公。你是要来？有啊，你去教会时阵，你阿妈就可能哦，爸咱唔知，到恁那阵，无你无甲。阿公爱强调哦，这些是我的朋友哦。阿公不过去啊，啊，就我弟家。听像恁若定定，阿公遐若知影像，阮是讲知影朋友属于，来甲阿公讲着，阿公就记掉。对，我是讲遐阵若像安尼甲讲，阿公就记掉嘞。啊，恁遐阵都无遐侪人做一位阿公嘛，哪知影讲迄个是迄个？无啊，我娘阿妹迄阵也未开始嘞，刚开始。阿公迄个讲起。去年了，去年几月？甲属于熟悉，我第九十。去年小小小跟孟恩加多久？九十二年，九十。七月才开始啊。九十二年。七月才开始吗？对啊。头一摆九十一年来了。我六月的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啊。九十一年来是恁拢伫迄个。对啊，六月来是啊。对啊，所以要那时候还没开始，不能怎样。正式开始啊。啊，七月四号才开始。那可是。那时候、哦、他已经跟我讲了，就是我还没交往，还没有正式交往。你不是说七月？我记得那时候，啊、我他六月就跟我讲了。不是、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啊？没有啊，你说他七月才跟你讲啊。我记得那时候六月来的时候，不是。